3200什么？还有还来？什么还有？7连击、8连击、9连击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怎么打？地府满血，10连击秒杀，不用休息，多么小众的词语啊！身为麻宗宗主的九星麻圣麻方看了都直摇头。对此，梦幻著名评论家五星上将麦克阿金将军表示：“垃圾东方，这都打不过，你在打什么啊？你会打 PK 吗你？”大型纪录片之《群雄超级联赛》方，你还得练，将持续为您播出。小死，在点大行，满血大行啊！看对面九黎城能不能 一把端了。你有这个实力吗？你有这个实力吗？2000。1800，1800，再加力劈苍穹。哎，别卡呀你，什么意思？什么？好，听着来，对面也狂闹啊！叠死大堂直接听来，不跟你嘻嘻哈哈，引弓清掉，准备魔神四法。我引弓好像也没清掉。好，真阳顶两只，九凡，因为有罗汉啊，其实他就要九凡了。点地府破甲，上把区的是地府的防御圈。好，九黎直接来，1300，铁血神风1900，3200，什么？还有还来？什么还有？7连击、8连击、9连击，是。他连力劈苍穹都没出，直接这。这么好杀的吗？满血地府啊，紫禁城地府直接秒了。只说李春生地府正好是一个人死宠妃啊，继续一只地听，两只地听，炎魂出手，凤吟二刃清宫宠2000，再加三荒镜灭，浮空三个单位，力劈过来，都是1000多、3000多、2800，都打到半关血以下之间。力劈清的这只血宠，9000，有真阳啊，伤害就是高。风林火山，大王起风，起风的话速度能全线碾压对面。先碎玉控地府，很慌小死亡是吧？哈、啊，有真也要控他。好，这把天地先加上，提前加。在风里大行也中，哦，骑着九黎的流云，和尚又切罗汉，地听，大行炎魂出手，九黎炎魂出手啊，压大行，风影，三荒，哎，没去弄大行啊，弄了个宝宝，神佑，有命，力劈再清这个大行的宠，大行这个血宠啊。这把神不动，法系被封，大行被封，大死亡杀一下，还有两只地听没出手呢，好像、啊、是吗？好，两下电魂闪，地听出手了，没吹啊，地听没吹，都是宫廷清宠的，这宝宝比地听快，风武装也没用，没中。流云诀提地府，那么九黎流云了之后啊，也得去把地府流云掉。哎，九黎快了，九黎快了。小死挂女儿，死是应该死了。那地府小死没挂上，流云了上吧，对面。还好吧，小死没上。实在不行啊，拉起女儿来慈航，也能接受。但现在没宝宝了，你知道吗？很难打。好，直接无间，法系扛不住要死了估计。好，先清理宠1900，这只是鬼魂的，三刀四刀没有用。好，摇铃铛，两个铃铛，点拉大行，拉大行起来能干啥啊？劈法系，神佑起来摇铃铛，
清掉了这只工地艇，这只也是攻的。赛皮法系，有无千里航不了，有无千里航不了，拉西女儿也航不了，看宝宝跑不跑了。现在就拉西女儿喝酒慈航，好慈禧两个啊也还行吧。小死军女儿村，正常来说给女儿喂个舞龙的，这 PK 可能这种宝宝都没这个没女儿快啊，没这个九黎快，这九黎还流云过了呢。啊，女儿再次倒地，很难打了这 PK 其实。活血滋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九黎流云了之后比化身还快。好，战敌吹地停，给真阳双锤，小死地府，还好是没中，没中小死啊就没问题。女儿起来再喝酒了还能吃，这和尚能吸啊。好，没浮空。宝宝又飞一只，法系这宝宝刚招的，渡劫一号是双吹全魔，可能是。好，齿了，有齿的话还行，能接受的。巨剑斩杀，这斩个毛，还顶了一个有藏神。法系冰川，哎呀，没冰这只，这斩了这只但没冰这只。什么？他这个地听比这宝宝慢啊？归宿守尸的吗？这么溜吗？这女儿又死了呀，不太好扛。2000163了，又死了。他这个宝宝快啊，这个宝宝是比地听快的，这宝宝去打地听倒打掉了，比别的宝宝拉就好了。其实这女儿死了挺伤的，女儿应该又喝酒。好，毛了法系啊，不让出手。女儿上这把是起来真的，上把是喝酒。小死地府再挂再水，非要挂地府，很贪啊。这和尚大死亡吸麻了，真的18回合了。三荒地府应该是啊，三荒地府浮空三个，地府也死。这把起来又没酒了，我估计他没喝。孩子神了，有命，再拉女儿，继续守尸，1100，法莲又守住了，化身被套，地府也是拽地停，银魂起来继续打输出，封印三荒三浮空，化身这个宝宝是鬼魂的还是？化身都防御了。哎，孩子再神，赶紧给和尚顶血，风卷赶紧把那个地听清掉，那个地听守尸的贼恶心，喝个酒还能吃，好看喝了没，喝酒了还能吃啊。啊，点女儿只能点女儿吗？关将地府可以能给女儿喂个舞龙，那地府没有九黎快没用了。小死还是不中，哎，对面地府这小死亡怎么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怎么这么水啊？女儿是扛不住的啊，两刀就死了。三荒还多打一个单位，浮空两个。哼，这个伤害啊！好，出了一个引弓。杨护，这杨护解是解不太解得过来了，说实话。好，大珠子推满，小死反点武装，给剑，对，这把剑出去很舒服啊，应该是没弹到地听了。星之舞单抽，3600没死，出事了呀！啊，这只全力劈啊，这只力劈比地听快 ，OK， 正好清掉。贴一下能清掉吗？清没清掉，地听还出手了，女儿又要死了，点拉了也没用，全魔肯定死了呀，没齿的主要是，对面还比较冷刺没吹敌啊，女儿法棒很高啊，橙子的印记，
但是法防高的话属实也不太站得住啊。三百又倒了，小死一把大行，这把中了，翻不了，麻方要翘了，麻方啊，和尚只能舍自己，不舍自己一套连招过来和尚都没了，这没办法防啊，直接无缝啊，贴能贴得住吗？你这一斧开天直接浮空，你贴不住的，这能贴得住，见鬼了，贴得住六千你怎么贴？塞拉蒂廷硬生生就是紫禁城这个硬件就是狗住套住和尚，地府拉出宝宝，活血再给武装活满，宝宝自己拉吧，拉起来好像不配速你知道吗？毒来回一口，劈的孩子，嗯，他可能随机到了，隐身进去了，没感知是吧？啊，这不是全力劈对不对？那种狠毒的宝宝应该是。好，女儿又浮空，又是三个，两个法系没浮空，又倒了，根本扛不住。地听的话应该是扛不住的，扛得住的。地听没东西的，地听法系有侵蚀。和尚再吃一个，上个盾呀，和尚不上个盾怎么扛得住？小死法系，这法系扛不住了呀，没了呀。两刀直接撬，清不了地听啊。地府又被浮空了，两千两千两千，引弓，贴，连，再贴，六道无量有没有？没有六道无量，你就是垃圾。什么？凝滞术，这个凝滞的话属实是凝不太动啊，地听是一尺两吹，亲宝宝那是一把好手，人的话也能搞得动。神妖没事啊，下回合吸了对不对？宝宝神一神，女儿归宿拉起，自己再喝个酒，下回合继续慈航，稳的和尚立个盾，小盾上起来很稳，有了，对，还原伞上起，延长随便啊，你延没关系，八回合而已，一会儿给你逆境，这个小局还是很稳的局啊，这个小局还能神的，不骗你，真的，你别不相信。没神也没浮空，拉起大堂换只宝宝，换了个地听，那女儿也得拉呀，手什么，只有七分钟时间啊，紫禁城扛不住啊，你是看不起紫禁城还是看不起东方？开和尚活血女儿，九黎凝滞过了对不对？又没东西，九黎凝滞过了怕啥，女儿一管活满，大堂死就死吧无所谓了，就是扛住上端，对，活血六六三九九活上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一点，死不了的，说了死不了，死不了的，大金卡拉起地府拉个虫，大行拉虫，啊，清掉地听也可以吧？对面那个力劈没东西的，对面力劈没有东西，对面力劈没花招。大行不死就行，善恶你压女儿好了，随便压，你爱怎么压怎么压，小局非常稳。坤坤的话你只能坤到地府，对六对六，你只能坤到地府啊，你没有资格坤大行，因为地府身上有个毒，封不中啊，封不中。延长的话随便你延，反正大行死不了对吧，化身拉只宝宝，地府的是不是高速，高速可以开大行啊，稳的啊，搞不动了，跳了的，当狼死了，这是双杀了，六回合八回合，封不中的你这种，舍身取义，再吃个长神，对不对？细节啊，都是细节。一刀五千，
有超级招架，打一滴血，神药。这和尚打到现在都满血，你怕什么？你们在慌什么？你看，就是怕血有点不满，直接这个善，就刚才差16点血满血，对不对？上个盾，对不对？怕啥？盾来，拉新雨儿，活一口，没爆啊，这活爆了就好了。摄魂，剩15回合大死亡，你一套技能能把和尚秒了啊？哼。来来来来，秒你秒给我看，你有本事别下来，一直在天上铁血争锋，你别卡，你卡什么？163都没出过，至少能要三次保底，还有两分钟，起来了，人都起来了啊，下回合就吸了呀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对不对？四次，五次，没神助啊，但是不慌。好，能顶个大金，有长神，稳得住。女儿的愤怒差不多了。有长神，你秒不掉的，下回要慈航了。你看狂神，我跟你们说下回合怎么说啊，下回合啊，女儿无魂对面九黎化身宝宝把女儿给开了，开个毛，垃圾东方，这都打不过你在打什么啊？你会打 PK 吗？你国标打四亿都打不过，